你就能够成功。你任何一个人，就是说我们单独的一个人，我们看看周围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给提供的。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能力去跟别人团结合作，没有一个能力去跟别人就是实现这个互补，不要说是做事也做不成，你可能生活都不能自理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啊，是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，就是离开这个社会的这个年代。哎，成功的人甚至拥有杰出领导力的人才真的有可能。你看今天王强过来，就是新东方的他们三个人，一开始性格不太一样，三个人，这三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都很熟悉，这三个性格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六个人在了海南岛创业的过程中，六个人的性格，刚刚在我跟王跟那王强在下面说，六个人性格也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不一样的背景，不一样能力，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合作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比别的任何一个能力跟品德都要重要。好，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创业成功最重要的第一是生存、诚信、勇气、领导力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。